你们两个啥呢？新来的吧？刚怎么不去吃饭？给你们带了饭。嗯，给。阿三，白面白面。多谢。你们是？这是我阿祖端午，我叫小虾米。我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哦，我叫阿胡。我叫阿秀。我叫小白。什么？小白啊，他说他叫祥仔。他这么个蚊子声还叫祥仔？他小时候受过惊吓，家里老人给改的这个名字，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。放心，会好的。咱们这么大一艘船，就只有我们这么几个敌人。咱们几个主要是负责打扫的，还有船夫、洗衣的、做饭的，都在不同房间，人很多的。阿胡阿子、阿秀阿子、香仔，那我与我弟弟需要做些什么？你们就随我们一起把这船上打扫干净就行。记住一点，狼主洗净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。狼主还会来底仓啊？啊，那不会的。那何必打扫这么？那也要干净。哎，你赶紧吃吧，啊，快吃吧，吃完干活。走，小心，抓紧啊。夏米，这船上人多眼杂，你要去打听清楚，方才那三人究竟是做什么的？底舱、中舱、上舱，又有哪些人？我们在这船上定是逃不出去，须得知道底细才能自保。